包围啊，是怎么样？被粉丝包围，太吵了，簇拥。那当然打鼓当然是有声音嘛，打鼓一定要有声音。差不多了，那无声啊。那天我去新一区逛街啊，我看到一个很帅的弟弟。哎，他好像是一个街头艺人，他在打鼓，可是我实在找不到他到底叫什么名字，你可以帮我 Google 一下吗？好的，根据网友最近期热搜最多吃的街头艺人，然后他的身份又是鼓手的，我想你应该说的就是这一位李可颖 K 一。哎呦，他除了是街头艺人，他还是广受少女喜欢的天才鼓手，每次表演的时候，女孩们都说自己是他正牌的可颖太太。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一起来欢迎李可颖。就是这一位，可以，本人本人，可爱，可爱。怎么会想到当街头艺人呢？因为我高中是读表演艺术科，哦，表演，然后我想说找个舞台就去当街头艺人。OK OK， 要考证照的，对，要考证照。那有想过你就是PO上网去，然后变成一个 YouTuber 上？刚开始先做街头艺人，后来才做 YouTuber。因为我觉得在街头表演，就在当天来的人比较少，然后想说用网络的方式来曝光比较快，就两边一起加成这样，增加你的知名度。对，增加知名度。哦，就经营久一点，还是要经营。对对，经营久一点，他都会被人家包围的那种。包围啊，是怎么样？被粉丝包围，太吵了，簇拥。那当然打鼓当然是有声音嘛，打鼓一定要有声音，差不多了，那无声啊，哎呀，一定要有声音啊，不然干嘛表演？对呀，对呀，是蛮吵的，没错。你如果胆子够大的话，好吧，这里有接受区，你现在把鼓搬到里面去敲，一定会被包围，一定会包，没有真的包围这样子。你要红嘛，对不对？哇，那这红太快了，凌晨三点多，然后砰嗒咚嗒，那个不止被包围，还会被暴打。然后你看那个左邻右舍灯一户一户开着，结果先唱下，快点走啊！你就签了啦，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们要走长久的。先来听听看他那个打鼓打的好不好啦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。就是帅了啦，从他访问到进去，他两个人呢，对，你打鼓的时候好有生命力，真的打鼓的时候可以，可以很切换模式，可以切换一下，人总是要这个样子嘛，也是偶然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 YouTuber， 对，竟然他也会 NG 数百次啊，你数百次要 cover 啊， cover 跟着音乐怎么 NG 呢？你是录的时候是吧？在录的时候要录到最完美，最完美，而且我会逼近就是原曲的鼓，就是他鼓的里面的点跟过门，都会细节都要都要还原到真的，对，直接抓，有没有写谱直接抓 ？NG 几百次重来这样。我有一次 NG 一整个晚上，大概四个小时，然后那一天就没录好，我隔天再录一次，再录一次，然后上传上去之后，影片没办法上，
因为版权的问题，啊，白鹿了，对，就是白鹿，然后也剪好了，也放上去，没用，对对，哎，有这个影片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这首听起来没有很难呢，后面比较难，后面啊。觉得有时候越简单的歌曲越难，嗯，就是它其实打得很简单，但我容易忘。古典不能够含混过去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很快就听得出来。哦，对，那没事啊，你在街头里面，现在又是对不对？又帅帅的，有很多少女追逐啊。对，就在那边表演比较久，对对，就是变成一个景点了啦，它有点像是景点，很多人抢着当他太太。没有啦，李太太很多哟。对，那他们会怎么样对你示爱？就是只要有表演的时候，就会提早拿板凳在那边坐着陪我一整天。哇，对，我有时候从大概3点到晚上的快10点都有，以前到11点，对，很晚。整个晚上都在打，会分时段，有上下半场。好累哦。哎，没有错。坐在那边等你的，该不会是妈妈吧？不是，有姐，有年龄层很广啊，对啊，从国小到那个奶奶都有。哎呦，哎，也有叔叔，哎，不错不错，阿北，嗯，然后要不断尝试很多新的一个打法，没错，用各种部位。又一段影片给他看一下，好了，哎呦。所以前阵子呢，我在 IG 上面发了一个，就是说想看我怎么样打鼓，我就来做看看。好，来第三个背后打鼓，背后。我觉得这画面也不太好看。他们嗜好怪怪的。好来哦，还是可以哦。嘿嘿，很厉害，这样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OK， 好，很厉害。给过，给过。开始哦。不可能吧？我这个很难敲，真的没办法。不要叫我慌张，脚都抽筋了。好的，现在呢，给你我再摸一次，我就知道位置。这么厉害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好，有了，我感觉到了。太小儿科了吧？这盲打，习惯这个位置。哎，啊，还黑没打到。对。当然，这个还是很难的。六七。我解释一下，那个位置是有移掉过的，就我蒙起来，然后我不知道他鼓会放在哪个位置。他是故意移吗？对，不然如果正常的 setting， 我一定都打得到。哦，真的，他有给你换偷换，有换啊，有换，跟打字一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自己的手感，习惯的位置，手感盲打了，对，盲打的概念，对，不错不错，加油，15万订阅，好不好？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已经150万的订阅了啊，加油，谢谢，可以，接头接，可以啊。